我看一下这个嘞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没有食盐，可恶。啊，好好，都不行。现在应该可以做那个调整。变更，这个调整面包，现在妹妹原本就有那个，我是怕不够啊，我是怕那个哥哥走太快，然后就不够。哥哥每次走的速度都比谁还要快，就赶火车啊，不知道赶什么的。洗脑药水先别装备一下啊，一人有一个。我们要进去下一张地图了。走喽！人家没有东西不能不开，一定是好东西。解毒剂，好，还不错。不能了，那个老鼠就跟着我们，真是讨厌。我踩到它，它会嘤嘤叫。哎呦，怪都回来了，这里一定有东西啊！小型急救箱，yes，这比较有用一点，不代表其他东西没有用啊，我只觉得这个比较有用一点。我才这样讲的。黑市的人，等等，是不是有人在前面？然后机器群了，这次是有点慢，东西准备好了吗？上面那一位越看越可疑，蒙面人，可是你的面具应该戴得怪怪的哦。正常来讲，我只看得到你的左眼的半边。放心，最近政府。这个管束不会影响到我们。下次你从海边那边那条路进来就好了。哼，那就好。你准备了钱了吗？这点不用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火，看来跟之前的火药地下传闻怎么听起来有点怪。那个夹克的男子究竟是？不要牵扯地区叫，他一定会被打，莎莎一定会来不及。这样，我还是赶快把货送到该去的地方。等等，怎么了？靠近一点。什么？我被跟踪了！糟糕，什么时候被发现的？跑掉！喂，你人似乎跑了，看到是谁了吗？不，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有入侵者吗？那这样的话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只能希望没有被记住外形了。为什么会被发现？哪里出了问题？希望不要变成麻烦事态。看来一时兴起跟踪太鲁莽了。传出惨叫声，什么？不要！陈哲典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我们要来搭救他？舅舅，为什么我要来救你？哎呦，暴走的，有暴走版的，好像看起来好像很强哎。妹妹，这个表情真是很有趣。快点来救我！小心他们要攻过来了。我们救我要帮你耶！为什么 NPC 战斗保护交易人，他不可控制无战斗力，NPC 将会你如果他乱跑的话，我就变跟马斯库叔叔一样了。哦，我不是我要讲，火大，就是为了保护他，火大。好啦，反正这次我们有带着妹妹出门，这是明智之举。我看一下哦，移动，先攻击上面这一只，它离我最近。要速战速决吗？看情况吧。看这个，这感觉好像打，你看它动了哦，不要动好不好？你看看你一动就会被打，拖油瓶呢。我看一下怎么处理。他血有多厚？血700多，6等。但是拖油瓶一个，不是我讲。花剑，打。先移动回来了啦，不能被他那边耗黑羽鸦打下去了。我用黑羽鸦一只一个，可是不能常用，黑羽鸦子弹有限。
我应该还可以再用一发。然后刚才应该是有暴击哦，就是妹妹刚才有砍一下。哎呦 ，miss 战。哦，他又往前走。哦，你有必要这样吗？你就好好待在旁边，不然会由我们来清嘛。拖油瓶呢、欸？最近的 NPC 都是搞拖油瓶，是不是？还要我帮你回血，真是不要脸，不要脸，吃软饭的家伙。哦，没有，不要乱讲。不过这是事实。哎 ，miss， 你这个也是。拜托你不要再 miss 了，好不好？哦，为什么怪都一直打他？哦，妹妹也快不行了。哎、欸，莎莎，我算我求你，不要再 miss 了，行不行？真是，终于快结束了。嗯，莎莎，加油！回头见。移动。我觉得那个 NPC 真的是很拖油瓶的感觉，一整个人拖油瓶。耶、yeah, ，赢了。升级吗？哎、欸，升级了七等了，他跟一样等级了。我忘记 TP 是哪一个技能槽里面的。哎、欸，还好不算太难缠。对了，这里就是不好，变快到快溜。什么东西？喂，等一下，什么嘛？连一句话都不说跑掉，好像那个人掉下来的。我要的相关资料真是算有趣。哦哦哦，超多超多啊！哎呦，超多的、欸。存档啊，以免死在这。我刚才一直使用，我已经，所以是哪一个？我要看一下是哪一个。这个人物状态，哎、欸，不对，是技能树。他的话要，我要学一鸟人，不给我学，要四点。哦，好了，四点就四点，医疗能力。祈祷祝福，好、啊。原本想说自己学一下的，哎、欸，我原本想用什么，我有点忘记了。哦，技能数，哎、欸，不对，点数分配了。我是要看那个点数分配是 ，HT 精神，就是防御，所以精神咯。我点点看精神，看攻击，看会不会增加。我原本是160几嘛，哦，是精神哦，那我点160几，然后就这样 ，OK。因为那个安妮还蛮需要用到的，对。哦，再存一下吧，都调过以后就存一下的 ，Yes。回报任务咯，这是哪里？哦，我看到这个家伙，代表我要往下走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是往上走。我到底在干嘛？因为上面有那个该死的……哎、欸，哦，对了，往下走了。下面的上最上面那一条街才是。哟，走喽，走喽。哎、欸，走过头了。嘿嘿，怎么样，保全？我就是有能力。嘿嘿，不会再拦我了。大摇大摆走进来，就是我的作风。来，哈哈，怎么样啊？你都全部打我，好，好的，我点收一下。哦吼吼，一个都没少，辛苦了，之后就可以领钞。这里之后这里也欢迎光临了。好，这样也要告一段落。哎、欸，我要，你走什么走啦？哎、欸，为什么要走？哦，原妹妹有话要说，跟哥一起出来，任务就这样轻松解除了。安妮啊，我们又不是出来玩的，不要骂他，他帮你很多，尤其是莎莎，你 miss 的攻击次数比他还要多耶，他一次都没有，你至少有五六次了。多久没有和哥哥这样一起出门？还是小时候经历过的，他什么时候才会成为一位文静优雅的淑女？我还蛮喜欢他这样子的好妹妹，不要吗？之类的。哥，嗯，哥哥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嗯，哈哈哈哈，我只是想起一些小时候的事。